这里有小气食堂，是卖什么的？看起来就是个日式料理。日式料理。冲冲冲！哎，小气生活，这是一起的、啊。小小气食堂跟小气生活、啊，所以它是卖盘子卖到变餐厅哦、啊。餐厅不小心打破就出来了面。他就可以说哦，你刚刚打破杯子要2000多块哦，要赔偿这样。